们回来了，不然你们看看呢，今年墨邪带谁回来过年？妈，墨邪，今年又你一个人回来过年呢？哎呀，姐她单身，还没找到男朋友。你弟弟都有女朋友了，你说你天天回来就知道躺那刷剧，多出去搜索一下，认识点帅哥不好吗？妈，你在直播。哦，那个，路上辛苦了，快快快进来吧。墨邪，你觉不觉得我脖子上差点什么？再给你。隔壁张阿姨她女婿送了她这钻石项链，我也想要。你没女婿啊？那要不你给我画一个？这过年了，出门串亲戚，我也得打扮打扮呢。墨邪，直播一下啊，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是墨邪送的，这多好！好，知道了。真画呀？真画呀。那我画了。画呀。那你要个啥牌子的呀？什么牌子不重要，只要是你画的，妈都喜欢。那我画了啊。画呀。那我先画个吊坠。你真不明白呀？不明白啊。你真不明白什么意思呀？不明白呀。快过来吃饭了啊。锅包肉大闸蟹不鸡油焖大虾大米饭，中间这个是汤，你想吃什么呀？自个儿画。别人家都是大鱼大肉，咱们吃纸啊。墨西，来赶紧吃这点啊，过两天再吃。没问题，那我找外卖去。回来，我画什么你吃什么。Later， 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做手工啊？你还不赶紧哄哄妈，饭都没得吃了。哎呀，别吵，马上就好啊。细工出细活啊，就这？你懂个屁，这叫时尚，看到没？一望无边。好好，别吵，走了，看我的吧。妈，我刚跟你闹着玩呢，下来其实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算有良心。这什么呀？这不区别针吗？哎呀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礼物，可贵了，10000多呢。你看，可这色跟这色它也不一样啊。这可是限量款，全球就这么一件，可珍贵了。哎，那我戴上，有没有声音高级了？有。好看，好看。等着，我跟你张阿姨试个评价。哎，墨邪他妈，你把这区别针戴脖子上干嘛呢？时尚的东西啊，你不懂。这可是墨邪送我的。全球限量版，就这一根，一条15000呢。赶紧快过来，阿姨的新项链。阿姨，你这项链瞅着像是假的，看正品长这样。和你们开个玩笑啊！太晚了，我先挂了，哎，真是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